很久很久以前，天地间爆发了一场大劫难，生灵涂炭，纷争厮杀，最终商周决战，人神合力共度劫难，并立了封神榜。自此众神归位，各造一方洞府，世间重归太平。大家都能腾云驾雾了，可就那场天灾之后，除了这长翅膀的神仙妖怪们，就只能这么驾着船飞了。那场天灾什么时候的事来着？太久，可不是嘛，我都忘了从前怎么飞的了，这听着就跟传说里的事儿似的。歇会儿，蓬莱神府发了。嘿，我又终于转运了，我们就在蓬莱啊。哎，这活不能被别的商业部首给抢了啊。我怎么才20块三阶铜宝啊？这看着是狠角色呀。蓬莱神府也穷了，再不开张要断队儿。那咱们去碰碰运气。
期唯我横澜，万方之神灵兮稳在云气，各得安其所惜，各行其道。要求仙丹，讨钱，要么滚蛋。假药吃不起啊？吃不起就滚。一个神仙，一个妖怪，你们这组合挺厉害的。落魄了，能组都行。落魄神仙不如狗，没听过吗？还真是，我那狗活的就比我舒坦。你看。又蹭我一身味儿。嘿，20贯钱。我还以为是哪处洞山的捕快，原来是个赏银捕手啊。哎，疼疼疼！头还挺硬啊。
妙，这时候没气儿。想逮我？气死妈妈呀！你们来的正巧。嗨，他那鼻子，你又不知道，这闻着你身上味儿啊，就吹过来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叫嘛呀？丧夫败俗！我喜欢，你是不是见过嫉妒啊？大哥，你们感情不就为钱吗？放了我，我跟你们五倍、一百块！我呀，就你这家伙犯德行，谁信你呢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就埋在墙上，只有我知道。二爷，也听得不错。别，这样吧。我帮你问问，这又是嘛呀？问一下天地万物乾坤，是放还是不放？怎么样？二十关。二爷，就刚才那口琴，这到底是面朝上放的走，还是面朝下放的走？您先前也没说呀。上门的声音。对，二婶是个大美女，大美女。登门拜访。你是穆二郎，姓穆，排行第二，穆二就是我。我要找一个人。哎，我们是赏银捕手，我们抓人，不找人。我要你帮我抓一个人。那正是在下的业务。他偷了一件宝物，我姐姐的。什么宝物？我不能告诉你。好，我这人呢，一琢磨事就头疼。头疼，那就别告诉我。来一杯。我和我姐姐从小相依为命。12年前那场三界大灾祸后，他不见了，只给我留下了那件宝物，我们家的传家宝物。你能帮我吗？什么都行，都得收费。就这么多，都给你。我告诉你，是万物如意禅，它能收纳这世间别的器物不能收纳的一切物品。
他偷了这宝物，逃去了方湖仙岛。那你找的这个人，他得有个名字吧？沉香。沉香？怎么，你听过？这名字少见。哎，你们走啊！小女婉罗在瀛州静候消息。有来历，说的是。哎，看他这身衣袍，这条船，啊，还有这气势。可是，他为什么找我们呀？我们除了便宜，也没什么优势的吧？为期15日行，受尽极致，让品会员气息驻居畅行。一个口收起三代，管管那边领气。
放心。你点事儿？哎呦，我这耳朵，这听力就不行了。哎，再不行，你也还是顺风耳吧。看在我之前欠你的份上，你要问我什么？找个人，叫陈香。嗯，陈香，没听说过。哎，
好。不犹豫。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别那么粗鲁。吓，真吓。哦，牧二郎上银捕手。我说牧牧啊，不不不不，牧哥，说你那三尖两刃刀呢？还有你那个弹弓银弹呢，都没了。各位各位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戬。八扇郎君居然会吧？这么落魄、啊？对啊，你怎么这么落魄？哎，别，我来替你说。话说十二年，杨戬因为杨婵三圣母要和凡人私奔，犯了天条，就将其镇在了华山之下。那可是他的亲妹妹。杨婵在被镇到山下之前，奋力反抗，用华山的至宝宝莲灯伤了他的天眼，废了他的神功，从此他的元神就再也出不来了啊。哎呦，诸位啊，什么样的人会为了一个什么破天条把自己的亲妹妹镇在华山之下，害得人家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杨戬，当年你擒拿我们三兄弟多威风，今天我可得好好的揍你一顿。嗯，来，接着玩，接着玩啊。魔家兄弟魔力红魔力海，算了，杨戬，没想到啊，有一天你竟然沦落到要我来出手相救。自从十二年前华山的一次后，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，你居然当了个赏银捕手。我总得吃饭啊。刚才在角落里我听你要找一个人，有份赏银。别找他，我们就是为他而来，你万万不要插手，否则。哟，你竟然敢威胁杨戬。杨戬，你可真的不是当年的二郎神了。谢了二位。Thank you.
终于有我追得你上天无门的这一次了，啊？海老大，这些是您找的新帮手啊？我的老弟兄们都被你害死在了那条船上，把东西交出来。什么东西？你自己下了船舱偷的那东西。谁告诉你的？我呀，我找的海老大。哼，海老大新宠物啊。那条船上最宝贵的就是你偷走的那东西，你交出来，也许我就要你一条胳膊，我一条腿。你，哎，瞎了眼的，别凑这个热闹。结果，海老大，你有帮手，我也有帮手。这东西先收起来，动手！哎，哎，不不不，我跟你们误会误会，今天一起要了你们的命！我跟他真没关系。多谢相助，等我事成一定涌泉相报。你下手未免也太狠了点。哼，如果我落在他们手里，那下场比死还惨十倍。嗯，哦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你方才还居然真的把你这宝贝塞给我。不塞给你，他们怎么相信你是我帮手？你就不怕我不还你啊？那我就杀了你。口气不小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哼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杀了你。我是梅山杨戬，沉香。你怎么知道名字？哼，还真是。有人委托我来找你。哎，杨戬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怎么又是你们两兄弟？你竟然！我先说好啊，我就是路过，碰到了而已。匕首所杀不是杨戬啊？当然不是。刚才逃走那人就是你要找的沉香。是吗？这么巧，一个小毛贼至于这么兴师动众？你真的不知道沉香是何人？他出自你的师门，是你的师侄。哎，既然今日你身在其中，他的来历你去问问你的师父玉鼎真人吧。
简儿，你来了。你的眼睛还没有好转。是。如此厉害，尽力也只能勉强睁开一缝，但眼前只有极亮的金光乱晃，不能见一物。难解，也许可以借极强的外力去冲开这层屏障，但只怕会伤上加伤。 是，你自小入我门下，我视你如子。啊，12年前，你将莲花封住了，可是灾祸连连，神界日渐衰落，妖魔鬼怪纷纷而起。也许我错了。 万物苍生，终究要再受一劫。师父，您的四字教诲，尽力而为。是，尽力而为。为了正道常住，又怎能不勉力补天呢？弟子明白。 师父，我在山下遇见了一位少年，说是出于我师门下，名叫沉香。沉香，哼，你送上山的好外甥。此事你确实不知。你送他上山时，他还是个哇哇啼哭的婴儿，这些年你从没见过他。 我给他取名沉香，望他能心如沉香木一般安身收敛。怎知他，我门下居然出了一个杀师的逆徒。陪你大师兄去看看吧。 师父将二师兄的法身封印，一旦有日师姐，陈香为何会做这样的事？哼，我早就看出他是一个天生反骨、不服管教的孽障。不过师父念你莲花封印时，不愿赶他下山，只是让二师兄收他为徒，对他好生管教。二师弟脾气暴躁。
他被什么所伤？他和申公豹联手，趁二师兄不备，害死了他。申公豹，他又现身了。是，也不知这小子是如何认识申公豹的。申公豹的分身术，确实非同小可。他们还盗走了二师兄心经炼成的法宝。什么法宝？万物如意斩。灯的灯油，下一步当然是拿宝莲灯的灯罩了。我遇到了一个人。谁呀、啊？杨戬，我的同门师伯。他？他说他在找我。哎，因为你师父。没有，他似乎不知此事。亲舅舅，他是我舅舅，也是他亲手将你母亲镇在了莲花峰下。杨戬的法力自然是强的，宝莲灯也被他的力量反击碎做了几块，只要找齐这些碎片，宝莲灯复原如初，你就能借宝莲灯之力劈开莲花峰，救出你母亲了。杨戬，你师父，你师尊一门，都是一丘之貉。哼，那帮家伙，他们把我申公豹封了个分水将军的名号，却把我塞进了东海海眼。满口仁义道德，实则虚伪透顶。我就咬着牙忍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报仇的好机会终于被我等到了。杨戬，他为什么要找我？自然还是为了宝莲灯啊。那宝莲灯，只有你母亲的一脉血亲才能运用。你，
他们还盗走了二师兄心经炼成的法宝，万古如意斩。他偷了一件宝物，我姐姐，是万古如意斩。小女婉容在营中静候消息。来人，沏茶。沏茶。二郎这么进来，吓我一跳。是你，我刚才一路走来，听婉罗姑娘漫舞轻歌。不觉忘形，唐突了。你喜欢听我的曲儿？天外之音，余音绕梁。可惜曹子剑之洛神赋，却是伤心词。这难言之痛，
思念之苦，真是惆怅。二郎怎么呆了？不知为何，上次一见到姑娘，就觉得姑娘似曾相识，却不知在何处见过。也许是二郎的梦中，也许我就是那梦中之人。也许我找到了沉香。小贼，他人呢？他又逃了。沉香出自我师门，是我的师侄。你墨二郎？笔姓杨，单名简。你是杨简？那只万物如意盏是沉香的师父所炼的法宝。我想请教姑娘，为何要谎称那如意盏是你姐姐之物？杨戬，有些事还是不要知道为好。这防身招式不错，就是下手狠了点儿。
这是你要去找宝莲灯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想你已经知道我是你舅舅了。对，是我把你送去的金霞洞，那时你刚出生，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取，只有这么一丁点大。我那个师弟呢，我知道他脾气暴躁，哎，我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要把你交给他。你在那里过得不好吗？哼，好得很，也不过什么都不教我，每天打我一顿，饿肚子，说我是个没爹没娘的贱种。抱歉，我完全不知道。但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要了他的命啊！你不该将我母亲压在莲花峰下。放开我！杨戬，干得好！陛下，强害同门，欺师灭祖，奉命将你擒拿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我们亲眼所见，是你放走了他。我们只能将你拿下了。不用麻烦，等我手头这单活忙完了，我绑好自己，登门自首。啊！老四也来了，这么啊，偷偷摸摸的，可不像你们兄弟风格。嗯，上回封神之战，你打败我们四兄弟，用的手段，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？说的也是。杨戬，我一直劝他们，说这事不会是你做的，可，哎，此事你认个罪。如果你有什么难处，
我会替你向天庭分解的。我做什么事了我？哼，什么事？你与沉香同谋，欺师灭祖，伤害同门的事。我不是。哎呦！新来的，你那么大动静干嘛呢？你头回进监狱啊？啊，杨戬！呦呦呦呦呦，这不杨戬吗？啊，你哪位啊？我不是，哎，行，你，哎，葫芦，闲的，哎，大狗哥，哎，我们不是有个大狗哥，你俩动咬，然后你看到疼，我堵住肚子，然后后面唰唰，你后来，后来。二十万，哦，哎，别看你是杨戬，在我眼里，呸，狗屁都不是，不该笑你，一样杀威棒伺候。哎，大哥，慢走啊！留神，叫什么？别打了！哎，杨戬，虽然是我把你拽，你把我抓进来的，可也算不上嘛生死仇恨。我大度，哎，你这样对，哎，你这样对老子不理不睬的，小鸡的魂都给你上手段。哎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哎。这就是下一步。
出另一方的幕府，到游荡四方的赏银捕手，再成了蓬莱的逃犯。兄弟们，你们跟着我，混得可是越来越差了。可是快意自在啊！自在。那灯罩就在那塔中。那几道光就是灯罩发出的。这灯罩不知被谁找到，用作了导航的号灯。非得喝这么多酒吗？天地一朝，万朝须臾，唯酒是物。哎呦，增长天王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守候多时，幸会。这位就是沉香，杀尸逃土。哎呀，增长天王，你自然知道，那群玄鸟迟早是要飞出来的。我们魔家兄弟不想见到那一方天地从此大乱，可那群玄鸟又如何能长久地被镇住呢？这座华山虽然如今看着摇摇欲坠，当初可是我们舍命才将玄鸟镇住的，能多镇住一日就多镇一日。魔力精，那这次你我就是敌非友了。